几卡？几卡？后面有这个，这个。好，开始。日本残暴，共抗日方，以地不仁，以万物为初九，还火金，抗日紧急。在里面扮演这些角色，那么就在这里我会见到就是去建立他那个这样的同理心，去体验，去了解，从而慢慢去调整他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我很欣赏的就是他们啊很欣喜，是可以啊终于跳出框框了，已经不用再即很黑板式地坐在个课室里面去听历史咯。那么还有他有几个不同场景的设置，里面可以好像有个时光隧道入了下去之后，同学是很快手已经可以投入到那个的角色。多谢多谢王烈少华。第三句晚安康邦华。咁都覺得係頭先嗰頭咁咯，即係可能平時始終課堂裏面有時難免你俾一啲嘢佢讀，佢唔係咁體會到嗰件係真嘅事嚟嘅，可能對佢嚟講只係一啲我學作嚟考試嘅嚟嘅啫。咁但係落到場對佢嚟講就真係為一個人去爭取啊，或者真係為一件事發生啊，咁變到真係逼到佢諗啲嘢咯。感受到生死邊緣，感受到係嗰個人的苦難，反而咧係再諗多一步，其實係咪人係個個人都要死咧？咁樣呢啲嘅思維劇團裏邊咧，逼到學生去諗咯。放咗佢啊！你今日接待啊？咁佢做軍人咧，都唔係佢想嘅，因為每個日本人嘅義務咧。即係臨尾最終嗰、那個任務係要佢決定嗰個日本軍嘅生死嘅時候，佢都會諗到日本人到底係咪真係全部壞人，會唔會有啲嘢其實我哋受到恩情嘅？我呢個行動係一個即係唔係佢哋自己可以決定到嘅行為啦。曾經阿宗助話要殺我哋嘅時候，佢都幫過我哋求情喎。咦，原來透過呢、這個互動嘅劇場式嘅手法咧，可以令到佢哋啊有啲好細膩嘅嘢，佢哋會表達到出嚟咯。處理啲我哋中國人點樣？佢始終都有殺過人咁樣啦。我哋唔知道佢會唔會即係知人口面不知心噶嘛。我哋唔知佢會唔會去翻日本嗰邊。確實可以將一啲我哋認為即係個學生可能佢平時上堂個表現比較沉靜啲嘅，比較悶啲嘅，咁確實係真係喺嗰個戲劇之中啦。我發覺佢哋係非常之投入啦。你到時自己遮住啊，唔好。就咁啦，我哋就咁啦，我以後嚟。佢嘅佈置啦，都係相當之即係簡單得嚟咧，但係又可以做到戲劇嘅效果，咁令到啲同學好容易咧，就係跟住啲演員入戲。所有中國人不會忘記的那一晚9月18日，所以歷史上面稱為有一班香港人，他們是甘願為日本人做事，因為要保住自己的命。而這個 function 就是令到班學生去反思，想想香港和日本之間的關係，日本是怎樣侵佔了香港，我們做很多 research，透過這些 research 去找一些有趣的人物出來。當我進去看，第一我覺得你們的演員都是 很專業，還有那種距離真的近得很近，他突然間把問題就帶去給另外一個同學，如果你是你，你會怎樣？如果是你呢，你做我，你會不會怕？其實這個呢，所謂一個問題的轉移呢，本身就是教學一個很重要的技巧來的。打到去東南亞，就快就建立了大東亞盟軍，這樣的狀況下他會輸？投靠了日軍再做他們重複的事，你跟他們有什麼分別呢？日軍侵佔香港的一段時期，當然有些日本人在這裡，我是其中一個，在這個戲裡面已經算是最高級的一個軍官來的。你要是不單止是接給他，要剔埋他們的反應啊。其實今次這個活動就不僅只是講書咁沉悶啦，因為有一些知識我哋或者感受，身為學生咧，永遠在書入面咧就咁讀文字咧，係好難去感受到當時嗰個困境嘅。有一個很新的體驗，就是有很多互動的環節啊，比起平時淨係坐在台下面聽他講咧，就一個
好唔錯嘅體驗，好玩啦。每日要得翻一包美食啊，同埋要每日都攞住張通行證去出街啊，等啲生活令我更加清楚當時嘅人係點樣生活咯。咁我哋決定將佢交俾游擊隊好啊，定係將佢放去就好咧？咁我哋經過一輪嘅討論之後，嗰啲小組對我哋好好，咁我哋決定報答放佢走，咁以表示我哋嘅謝意啦。救命！日軍嚟啊！前置咧係同佢哋呢個危言躁訪咧係好有關係嘅。如果冇咗呢啲活動嘅時候咧，學生淨係睇咗個戲，亦都唔識得回應。老師是未必接觸過這些方法，現在就給很多不同的方法給老師，可以這樣在課堂裡面用這些方法 去介紹這個課題。原來教育劇場可以是一種這麼互動式，那種互動不單止是即個演員和觀眾，而是即這個學生本身都好像個演員一樣，做話劇或者投入在角色裡面，無論在話劇的技巧啊、創意啊，或者他知識上面都提升了。咁咧就係一個體驗式嘅學習啊！依樣嘢咧，普通嘅老師咧唔能夠經常俾到佢哋，普通嘅課堂咧亦都好難做得到。透過工作坊裏邊咧，係幫助我哋嘅老師更加掌握到我哋點樣係有策略地係嘛，同埋係有趣味化地咧，係幫助學生咧係認識歷史。咁我覺得對老師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啟迪。一個角色嘅代入咧，係有助我哋嘅同學咧。能夠反思一啲嘅歷史嘅問題，從中咧建立到自己嘅一啲嘅獨特嘅想法。透過呢個藝團造訪之後，佢哋親身經歷過，真係同呢個所謂嘅日軍相處過啦，真係要佢切身處理去諗，到底如果佢哋當時香港人嘅話，佢哋會有咩感受，有咩諗法咧？帶領班學生。通過去投入去一個身份裏邊，即係話我哋叫做 in role 啦，即係話角色扮演。然之後咧，我哋一齊去進行一個學習。有陣時令佢反思，有陣時令佢投入。總之咧，就係令到佢真心學習。講翻俾我聽咧，就係話佢哋屋企人咧都有講嗰陣時嘅一啲苦況嘅。嗰個 issues 唔係淨係佢學習咁簡單，而係話佢同屋企人個家族嘅關係嘅一啲話題嚟嘅。我哋點樣樣將？日佔時期的一些很重要而是學生要知道的一些東西怎樣去 deliver 出來，怎樣去令到學生在從這個過程當中這個故事當中知道一些知識，也是覺得這個也對我來說這個計劃的其中一個得著來的。